为什么五月天25年前刚出道的时候，小七哥就是长这样子？为什么25年后，小七哥还是一模一样？为什么？58岁任贤齐太冻龄，阿信爆气，怎么25年后长一样？小吉他手，马上低音吉他手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错误，五月天吉他手怎么就成了玛莎？藤原石头因为运动伤害被诊断腰椎滑脱，所以这一次太原站的演唱会就缺席在家静养。今天晚上呢，发到网上呢，让石头看看大家对石头的想念好吗？最好的一天，最好的那一天。清楚地看到了四月天，真是有一个人呢，下次五月天一起把他带回太原，你们说好不好？五月天这场嘉宾也是超大咖，找来任贤齐助阵演出。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，最怕回忆突然翻个绞痛着不平静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是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小七哥，嗯，东西交出来，东西交出来，东西交出来，是我的心还是我的？现在你不要再装傻了，小七哥，嗯，时光机可以交出来吗？啊，时光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五月天25年前刚出道的时候，小七哥就是长这样子，为什么25年后小七哥还是一模一样？为什么？我觉得每次跟五月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回到了当年他们那时候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刚刚出道，有一股冲劲，然后呢有一种不认输，然后好像是那种傻瓜的精神，就像你唱的拱狼，虽然傻瓜，但是他不傻，他只是坚持，他不放弃，然后可以看到他们继续的热血在音乐的路上继续往前进，是不是给五月天一个最热烈的尖叫声？